难得找到这么漂亮的文蛤，估计还没进化。文蛤豆腐汤是一道最简单的菜，哪怕是没有做过饭的，一看即会哦。豆腐切成块，文蛤洗净之后，检查一下有没有坏的。如果有坏的，敲起来声音就是不一样哦。锅里下清水，来点生姜丝，文蛤冷水下锅，煮开，捞掉糊沫，煮到文蛤全部打开，下豆腐，调料只需下盐。文蛤本身就很鲜甜，不用加味精。中火再煮四分钟，起锅前下芹菜、胡萝卜。我的主页每一道菜都很详细。文蛤具有补充营养、保护心血管、健脑益智等作用，记得试试看哦。我把它写出来，喜欢就收藏吧。做得不好，仅供参考。